今天在这里挖石头，发现这上面拱出来泥巴，这里应该有一只竹鼠，还不错。拱出来好多泥巴，你看，全部都是上面拱下来的。从这里爬上去。刚才这里上来的时候踩了，发现这里塌下去了。这么大的葛根，你看，扛进去了。这个芒台好新鲜哦，洞很大这里。锅就在这里。这里上去一个，这边右边这里拐过去一个洞，先把上面这个挖开。这只竹鼠很狡猾，往左边又上去一个洞了，这里。挖着挖着很复杂了，这边也有洞，这边也有洞哦。我们家这个洞还有多深哦，那边都没洞了已经。哇，还有一米多深哦，差不多一米二。
终于把它挖出来了，可以听得到声音了。那个是冰。这个头朝外，手又不敢去扎哦。终于上货了，两斤多是有。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、啊、没有了，已经到最顶了。哎，这都煮熟挖了差不多有两个多小时，两斤左右，终于把它挖出来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，回家了。